你有看到我奥特曼的消息无？我唱歌啊！你甲我唱歌要干啦？叶医师讲，伊爱加休困啊，我甲伊看好条。袂用的啦，我答应人爱做工课呢。我已经敲电话替你请假。你替我？哦，听我啦，去休困。听我，去休困。听我，去休困来。哦，你听话，去休困。我唱去倒啦，我唱啊无去哦。顶个月才无简单有较好诶，你毋是答应过我，也要好好配合。出来，下一位。是啦，你讲，你先讲，啥物拢有咧做，我说。我回家换你哦。哪呢？敢有好好休困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生辰早爱继续练嘛。叶师好。坐坐。来，我看你的手。恢复了真好哦。你阁有听我的话，好好啊休困哦。我乌托邦的锁匙去用藏起来啊，无法度四界走。学妹，是你干的？你都不怕你妈妈打你啊？打不死。那是因为你我查某囝呢，啊，若无吼，我两个拍死。身为朋友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个建议？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？是儿子。来看医生，就爱听医生的话。说得好。叶医师啊，阿华嘞，白家过来啦。徐医师，叶医师，我想预约开刀时间。你爸想通了？是我想通了。那你爸那边？是你说的，我是儿子吗？爷爷娘的咯，哈，太祖太医，俺们讲过的没？我都没开刀啊。还哪老想预约？现在是怎么样？你不想医我了，把我推给别的医生。医疗的最终目的是治疗身体，恢复健康。中医跟西医他们的差异，只是手段不一样，过程不同而已。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相同的。中西医没有说选了 A 就不能选了 B， 应该是要两个互相截长补短。现阶段，我认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就是去开刀。要不然因为按强硬了，干笨哑巴啊？我只是突然明白，身为儿子，就是有些特权，有时候可以完全不用理性去解决事情。